怎么就答应了？你说什么？一个秘密关了三四方牢。阿飞，第二次，你用一个秘密让我在香山帮你三次，这算是第三次。别得寸进尺，不如你先把秘密说出来，省得赖账。我什么时候明目张胆的赖过账啊？你之前说知道自己不想让我死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各种原因啊，是你想让我把你做一个重要的人，救人。嗯，救谁？哼，这就是下一个问题。再好叫他现在怎么去呢？阿飞，你曾经是一个武功高强、杀人如麻醉的超级大魔头。方小宝，你不应该这么早把事情告诉他，知不知道？你这么有本事，下回就帮忙运回来喽。对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方大行他方小宝，他不会放了你。这金渊盟为什么要找他冰片呢？这个冰片是不可多得的首饰，或许这个狄飞山想要送给他身边的人。公主，你的惊奇。喂，哎，恭送公主啊。这么急送我？你送我有啥啊？唐红的事儿你放心吧，我不回去跟父皇提求情。公主深明大义，方某万分感激。感激什么？这婚事早几日完结有什么区别？等你传好了江湖再，还不是小红书。